那谁年轻的时候没爱上过一两个混账啊？你是小娘子吧，应该多孝才美。行了，你们别跟我说什么女人不能当大厨，咱们手艺上见真章。不服的呢，就跟我比一比；服气的呢，就站到这边来。每个人煎一道鸡子，让我尝尝味道。我满意了呢，才可以留下来；不满意，就请另谋高就。对了，留下来的人工钱可以加两成。赶紧走啊！日后听凭二小妹吩咐。哎，盼儿姐，你别走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要去后厨找三娘，那可都是油烟。你确定要跟着？我做了一件事儿，包你喜欢。哎，我给你看个东西啊，哎，看。我帮你把万荣那孙子狠揍了一顿，还把大哥你那300块头巾都给你讨回来了，拿着吧。这钱我不要。为什么呀？按契约，我们违约，他们就应该扣这300块，不是我的钱，我一分都不要。你还给他们吧。哦。不过你帮我揍他们一顿，我很是感激。真的啊？哎，那你请我喝酒啊？啊不，我要吃你做的果子。你们茶坊的果子，我到现在还没尝过几个。果子是三娘做的，我不会。那你就给我点个茶，我想看你弄那个茶百戏。衙内啊，你能不能别突然对我这么亲近啊？毕竟三天之前，你还是我全东京最痛恨的人之一。哦。那天我看你那顾千帆伤得那么深，你才变着法的想让你高兴。那谁年轻的时候没爱上过一两个混账啊？哼，你是小娘子吧，应该多孝才美。谢谢啊，等忙完了给你点茶喝。哎，一言为定啊。嗯，一言为定。